中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岷江河畔，沿江两岸的悬崖绝壁上保存着大量的敦式人形的左江花山岩画，与岩画所在的山崖、山崖下的河流、对面的台地共同构成了神秘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许多人来到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太震撼了。世界上很多岩画位于一些开阔地带的大岩石上，花山岩画却十分特殊，在岷江的拐弯处临江边悬崖峭壁上，横跨700多年的时间里，壮族先民骆月人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创作如此巨大画幅的岩画，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智慧。骆月人曾经创造了璀璨的铜鼓文化、稻作文化、造船文化等，然而不知为何古骆月人却突然消失了，而花山岩画是已经消失的骆月历史的独特见证，它重现了消失的历史文明，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谁知如此珍贵的花山岩画却出现了很多裂缝，岩石风化崩落严重，崖壁面上悬挂着许多凹凸不平的块状岩石，导致一部分岩画残缺不全，而岩壁上存在大量白色颗粒以及像石油一样的黑色物质。为什么岩画上会有如此多的附着物？为了揭开谜底，探访者找到了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年近半百的他与花山岩画打了30年的交道。朱所长您好。哎呦，您好您好。刚才一路走来我真是憋了好多问题，因为我一直就在看呢，这个岩画上面好像覆盖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比如说您看这个黄色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黄色的就是石钟俑。这边还渗出了很多的白色和黑色的东西，已经把整个岩画给破坏掉了。对，这个就是那个碳酸钙覆盖的俑病害。为什么在崖壁上会生长这种白色的东西呢？这个白色的物质是南方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特征，就是山体里面带出的碳酸钙物质啊。它把这个崖面呢、就给覆盖了，它就好像这个岩石啊，它要呼吸，要释出这个东西。黑色的是什么呢？黑色的首先是它有水分，然后不断的干湿交替就形成了这个微生物，比如说苔藓、地衣长时间以后它变成黑色的。那么这些形成的微生物也好，碳酸钙也好，它会不断的在扩大吗？只要你这个水还在不断的往外面渗，它这个覆盖的面积会慢慢的往外面扩大。而这些白色碳酸钙以及黑色附着物仅仅是宁明花山岩画的一种病害。面对严峻的形势，朱秋平等考古工作者陷入了沉思，怎么才能保护这些珍贵的岩画呢？首先，朱秋平等人用竹子临时搭建了脚手架，对岩画进行了近距离调查，用了近2年的时间，基本摸清了花山岩画的病因。考古专家总结了花山岩画存在的几个病害类型。朱所长，嗯，我刚才一路走来就发现哈，这个岩壁上有很多地方很光滑，是不是我们自己处理过？这个没有没有，它主要是岩石风化开裂，然后掉块造成的一个破坏，这个崖面，就是因为风化开裂，所以这个图像已经很不完整了。风化就是对岩画造成最致命的一个伤害。对，这种病害是最致命的，因为它一旦是风化开裂掉块之后，你再也没有办法把它恢复上去了。像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危害之外，还有哪些危害呢？还有一种就是危岩体是吧，对岩画造成的一种危害。危岩体就是会落下来的岩石，对吗？对。
就在那边，我带你去看。啊，有一个，我们去看一下。哎，好。你看，这个就是威严体了。哦，这个就是威严体。嗯。太大块了，这个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呀？可能是几万年前从这个山崖上滑落下来的。首先，它是对岩画造成一定的危害，是吧？假如说它崩落了，那岩画就受损了。经过调查发现，宁明花山岩画宽221米，高约45米，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脱落面积已超过500平方米。鳞片状玻璃的图案占总图案的一半。崖壁发现有17处层里裂隙、50处裂隙渗水点和7处危岩体。而这些裂隙微石一旦掉落，不仅会造成岩画的毁灭性破坏，而且对山崖下巡视人员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花山岩画一旦毁坏，便不可逆转。如果不尽快采用有效的措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不复存在。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就会悄然地离我们而去，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修复保护工作可以说是刻不容缓。其实，花山岩画的这些病害不是近期才有的。左江花山岩画大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风雨侵蚀、日照等自然因素对岩画的损害，2000多年来一直在缓慢进行。但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岩画受到损害的速度也在加快。左江流域属于喀斯特地貌，花山岩画是在石灰石结构崖壁上的图绘岩画，与其他岩画的山体和绘制方式都不一样，风化开裂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保护经验。花山岩画修复属于世界性难题。为了深入了解花山岩画的修复，探访者找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蓝日勇。宁明花山岩画，它的岩画修复难点在哪里？它面积很大，是左下的花山里面这个很大的一个崖壁上啊，它不像可定文物那么小小的，现在就可以摸到的，可以动到的，是吧？这是一个难度点。第二个是岩画里面这发现的病害啊，怎么样能找到一个科学的、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方法来进行治理。当然，我们不能够保证它不老化，我们怎么样能够延长它的生命，让它变成久远的文化遗产。岩画的风化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人的衰老一样不可抗拒。考古专家只能遵循自然规律，寻找可操作的保护手段，延缓岩画的消失。国家文物局先后批复了花山岩画文物保护规划等方案。为了更好地修复花山岩画，地质、建筑、文物修复等各方面专家通过之前的建筑工程经验、文物修复保护经验，对岩画的修复展开了会诊。他们发现花山顶部和岩体上有许多裂隙。宁明县多雨，大气降水沿着花山岩壁和裂隙流下，日积月累对岩画造成水蚀危害。于是专家对裂隙的渗水点以及岩画岩体的修复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您看，宁明花山岩画要修复的面积那么大，专家在经过会诊之后都提出了哪些修复意见和方法呢？有专家就提出要对山顶的露水洞进行一个封堵，还有呢开挖这个排水沟，把雨水往外面引，然后呢把岩壁上的裂缝要进行封堵，采用一种就是膨润土那种材料。但是呢这种设想提出之后，也跟着就产生了怀疑。虽然说这膨润土对裂缝是有一定的填充和封堵的作用，
但是它可能堵了这个地方啊，又从其他地方就渗出来了。水总是要流出来的，对啊，封堵没有用。嗯，有专家也提出了这么一种办法，就是对有盐化的这个盐面进行一种啊喷雾防护，也就是用硅胶这一类的东西给盐化跟大气或者是自然界形成一种隔离，啊，不让它破坏。嗯，但是这种设想提出之后呢，又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因为你把盐化面封护之后，岩石里面的水汽出不来了，它就呼吸不了了。有可能的话，这样里面的水汽会造成岩石内部的温度的加剧，更加使得它产生那种风化开裂。嗯，虽然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他的问题同时又滋生出来了，难度非常的大，是吧？想到了这种办法，可能其他病害又跟着来，所以呢，我们当时真是一筹莫展了。朱所长，除了之前专家提的那些保护方法和措施之外，我们还有没有过其他的设想？曾经有专家就是提出啊，给这个花山盖一个大棚，但是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呢，就被否定了。为什么？因为你给这个山盖个大棚啊，首先是不现实，是吧？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大棚，那谈何容易啊？然后你把这个棚子，假如说能真正的盖起来，这个大气降水进不去，然后山体里面的水又挥发不出来，但是这种啊卡车的地貌的山就是石灰岩，它需要一定的水来养护。因为花山岩画的特殊性，这些修复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实施就有可能改变岩画周边的环境，从而引发其他的病害，因此方案只能不停地被推翻修改，再推翻再修改。经过多次会诊，最终调查出宁明花山岩画共有418处开裂岩体，以风化开裂体为主，短短半年内就脱落了27处开裂岩画。根据实际情况，考古专家认定岩体开裂、微岩体脱落是危害花山岩画最严峻的病害，会对岩画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需要马上着手修复。在进行修复工作筹备的过程当中，专家们却犯了难，应该用哪一种材料来进行修复工作呢？修复加固材料必须与花山岩画岩体性能相匹配，尤其是热胀冷缩性能系数适合花山岩画高温高湿环境，修复材料固化之后不能产生衍生破坏岩画。考古专家选择了环氧树脂、硅胶、超细水泥等十几种材料开展试验研究工作，甚至建筑水泥也被用来修复岩画的实验。但是水泥的固化系数较高，如果用水泥来为岩画填补裂缝，热胀冷缩差异会把岩壁挤坏。这些材料都达不到修复花山岩画的要求，我们也很难找到与花山岩画的岩石相似的材料，专家一筹莫展，整个修复工作也一度陷入到了停滞当中。直到一天，国家文物局专家咨询组专家、复旦大学教授王金华在查找资料后得知，一些专家曾经采用天然水硬性石灰在砖石文物等历史建筑上实施修复保护。他豁然联想到，这种材料能否应用于花山岩画加固保护呢？最终经过2年多的反复试验，研究出了用于符合花山岩画修复要求的材料。于是2009年12月，花山岩画保护工程正式启动。想要实施这些修复，首先得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岩画，可是在临江高危的悬崖峭壁上，我们怎么靠近它呢？
经过考古专家商议，最终选用搭建脚手架的方法靠近岩画进行修复。朱所长，我看这个台地啊好像挺窄的，要进行岩画修复的话就必须得搭脚手架吧。那一搭脚手架搭那么高还得稳，那肯定就得跟墙连起来打孔，那这样一打孔不就把岩画全部都给破坏了吗？最初的时候有专家就提出脚手架跟崖壁进行连墙，而且这个连墙孔要打160多个，后来我们坚决就不同意，那脚手架还依然是搭上去了。我们的脚手架最终呢是跟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的这个距离，不仅搭上去了还贴得特别近。对，太厉害了，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办法，现在高山岩画点还保留有这个脚手架，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我们还能看一看？对，我们出发。放眼望去，花山高高耸立，临河断面犹如刀削斧劈，岩壁向河面倾斜，底线上凸，即使是今天的攀岩高手恐怕也会对这块岩壁望而生畏。修复岩画需要搭设高度达60多米、面积巨大的脚手架，但岩画整体台壁下面是乱石崩塌的堆积物，结构松散，高低不平，在这种地基上搭建如此高度、如此面积的脚手架难度巨大，这种规模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都十分罕见。最终施工人员拉来土质，先把台底垫平，再进行脚手架的搭建。经过1年多时间的精心搭建，花山岩画前的脚手架最高搭到23层，60米，钢管使用总量约300多吨。戴上这个手套和安全帽，我们要上架子了。上架子？对对对。哎呦，我看着都有点怕，我天哪！没事没事，嘿。这个脚手架下面全部都是空的，哇，哇，啊，还得埋点头，哎呀！木儿，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木板。它还在晃动啊，不行，我得蹲下来，我得蹲下来，我得蹲下来。现在我的脚下就是滔滔的岷江水，而旁边呢就是悬崖峭壁。这个悬崖峭壁的高度呢，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宁明花山是差不多的。这儿呢是高山花山岩画，我们经过了漫长的攀爬，终于是达到了和这个赤红色的小人平行的位置。但是你要知道，这儿距离地面，刚才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有60米的高度。而且一路爬我就觉得这个木板啊特别的晃，你往下一看，那个如果你有恐高的话，那种眩晕感是很强的。要知道一些文物的修复人员还有工作人员每天就是攀着这个脚手架来到这里修复这些岩画，常年的在这上面工作的话，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一跌下去，那真的是有性命堪忧的危险。所以说要修复这些花山岩画的难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朱所长，您说距离岩壁最短的要超过这个20厘米以上是吗？你看我们这个脚手架啊，跟这个崖壁的一个啊位置就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够挨着它，这样就有利于这个保护岩画了。刚才您还留了一个悬念啊，就是这个脚手架怎么搭起来的？搭那么高，我们不连墙，而且还可以搭得那么稳。您看看这个，就是一个斜斜的是什么？叫做剪刀撑。脚手架的稳定性最主要是靠它来支撑的。通过这个剪刀撑来把这个力啊给分散到各个位置，这样它就稳固了。哎呦，
终于近距离的接触到岩画了。我觉得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有这种机会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岩画。朱所长，我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把这些材料给填补到岩壁上的呢？啊，你看看这里有一个竹片做的小刀，我们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示范。哦，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对，好嘞。你看，我们就是用这个小竹片啊，把这个比较粘稠的这个水溶性石灰就填到这个裂缝的表面，然后预留一些一两个小孔，然后呢注射器呢就是里面就灌满了流状的水溶性石灰，用这个注射器啊插到溢流的那个小孔里面，把这个流状的水溶性石灰就灌注到裂隙里面，让它进行粘接。像这样粘接了之后啊，大概可以确保它多长时间不会开裂和脱落？我们做过试验是吧？50年没问题。50年没问题。注入缝隙的石灰浆要经过7天的初步凝固，把微岩体固定回崖壁上。但要完全凝固，需数年甚至10多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修复岩画啊，和绣花一样，是非常精细的一件工作，需要我们的维修人员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非常娴熟的技法，同时还得有极大的耐心。有的时候呢，他们修复像巴掌那么大一块的地方，就需要花上1天的时间。如果说要修复一整块岩画的话，那可能就得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了。如果不是带着对这些岩画一种强烈的敬意，或者有一点点匠人精神的话，我想他们是很难把这份单一而且艰苦的工作坚持那么久的。花山岩画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多变的天气也是影响岩画修复的重要因素。朱所长，我听说啊，就是我们在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天气因素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夏季洪水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不选择来修复了，而大多数是选择在11月份冬季末的时候来修复。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因为在冬季的话呢，崖壁上的这个裂隙啊，它热胀冷缩的更加明显，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粘接材料的时候，有利于它的粘接，第二年进入到雨季的时候也不会受到影响。那夏季会有什么危险吗？夏季的话，这里基本上都是涨洪水了，然后气温就特别的高，不适合进行修复。夏季气温最高有多高？崖壁上呢，这个温度高达60多度。明明花山岩画修复保护工程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不管是在倾角很大的陡峭河岸，在悬崖上搭设高耸的脚手架，还是在加固材料的选择配比到最后修复工作的具体实施，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除了风化和水蚀，岩画颜料脱落和褪色也是花山岩画的重要病害。为了保留岩画本身独特的传统工艺，最终考古专家拒绝了以任何形式触碰岩画表面，避免以现代人的标准对加固后出现的新颜色进行调色、做旧等，不能为了完整、华丽、好看而改变岩画的原状。为了进一步保护宁明花山岩画，宁明县文物管理所还修建了一个全方位监测站，将花山岩画的监测资料实时传输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检测总平台。2015年5月7日，历时5年，花山岩画完成了岩画本体抢救性修复保护工程。宁明花山岩画整体画面在没有遮拦的情况下重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世世代代生活于左江两岸的居民格外珍惜这份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
与花山岩画隔江相望宁明县的村村寨寨里，都立有一块牌匾，上面是村民们自愿遵守的各项保护岩画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条文。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与祖先达成约定，共同守护着花山，守护着岩画。现在游客不能够登岸近距离的看画，只能在游船靠近崖壁的时候抬头仰望，一片片赤红的画面喧闹而又热烈，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铜鼓声声、人欢狗吠的场景。经过千百年岁月风雨的冲刷，在考古工作者的修护以及村民的守护之下，花山岩画上的小红人啊，又依然栩栩如生，重新焕发着生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州狮子山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震惊世人，编组严整的军阵揭示着一幅怎样的恢弘画卷，小小的纯金带扣又是怎样勾勒出东西方交流的宏大历史。国宝发现，追踪汉兵马俑的来龙去脉，跟随探访者一睹西汉盛世的强大军容。